从我爸爸到现在是1968年到现在要50年了，因为那时候是接下我爸爸的营业嘛，因为我读书是游戏不是很厉害啦，没有办法咯。因为以前我们是好像那种没来生的好摊位，然后最后政府要讲这没有来生不可以卖嘛，那所以他配一个位给我爸爸咯，那他配一个来生啊，然后就我们从白油到现在，这是尽我们的力量做出最好的哦。出的时候是有，因为那时候在大巴窑还没有这样建设这样多嘛，还是很艰苦的生意哦，慢慢熬过来的咯，勤劳跟努力是免不了的啦，希望新加坡会更好哦，经济会更好哦。